咱高兴走东西。取回来不就行？啊！你属狗的吧？我让你去，没让你养。昨儿都被你咬的还没好呢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上午不行，给他做顿饭也不行。怎么什么都不行啊？是不是吃醋了？我来给你撑场。你傻我？不闹了，我好好跟你讲。快过来。挺聪明的。